好的，现在我读。Now I'm going to read。学校里留学生太多了，我不喜欢在学校住。我住学校外边，自己一个人住。我的房子里有卫生间，有厨房，可以做饭，很方便。 从我家来学校，可以坐公共汽车，也可以坐地铁。Second time，学校里留学生太多了，我不喜欢在学校住，我住学校外边，自己一个人住。我的房子里有卫生间，有厨房，可以做饭，很方便。 从我家来学校，可以坐公共汽车，也可以坐地铁。